只有我负责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放心，不管什么事，有我们兄弟们在。 还有一箱扫牛了，扫牛，多少钱？300。啥下来这么贵呀？好，快点，把这些虾给我留好了，别浪费啊！好嘞，马上回去把你们都炖了。我操！漂亮！追，分开跑！哥，他们分开跑了。那他们去追谁？追！ 绝对是幻觉，绝对不是真的，绝对不是真的，绝对不是真的。爸！谁是你爸呀？这可不能乱叫啊！爸，我是想想啊，爸。别激动啊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没病，爸，我就是孟祥祥。 把你家木头分我妈家徐小雨，我在京城中学高二一班读书，咱们家的家训是心平气和，诸事皆顺，上学期期末数学我只考了100分。哎，我们家情况你怎么摸得这么清楚了？这就是我家呀！听说啊，想想那女孩。哎！小雨别怕，我警告你马上走，不然我报警了。走，我先报警。你俩，不好意思，女兵止步。我是。
南哥你就别解释了，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你会看上一八那个小徒弟，你眼光不会这么差的。南哥你怎么一直闭着眼睛啊？你不舒服呀？我累了想歇会儿。这么高的温度还能裹白袍而不除，南哥功力又见长。那行吧，南哥你先歇着，休息好再进行传统项目。还有传统项目？对啊，轮搓呀。南哥要我说你发明这项目效率是真高。南哥你这搓澡技术退步了呀，怎么就可一个地方搓？南哥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浴巾给扯了，你这影响我发挥。来换边换边。我建议下学期取消这个传统项目。啊？啊，你们先搓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南哥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以后总得要希望这种场面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不如就从今天开始吧。